现在开始卡十啊，总共有25个快餐了，今天还有厨房那里头有大概10个。25个鸡鹅，分六个，分六个炒饭。好，现在卡鸡了。鸡已经卡好了啊，看一下。炒饭，对。这鸡饭现在淋到汁就 OK 了啊！好，继续拿快餐过来，继续砍啊！够了吗？这么快吗？啊！他说已经砍完了，砍完了。烧鹅、咸鸡、排骨，5:15打好的，送到那个高步广场了哈。好，这边在打汤。耶，这边还有那个肉饼，还有那个叫啥来着？哦，到了，还看？嘿，还看，等着啊。
我没数着，你打多少我就砍多少啊。差两个。拿只有一个了，没有两个了。哦，那他头这头不要了。OK， 现在就砍完了啊，看一下，这个是鸡腿啊。OK， 现在差最后十个，刚刚说十个，现在才差2、4、6、7个，啊，现在砍完了啊，后面的话就鹅拼鸡吧，给人家有的挑有的选，有鸡有鹅啊，看一下这个鸡腿啊，淋点沙瓦汁啊，好，可以。OK， 打包。啊，这些汤姆也打好了啊。